vlog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温真玲，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些我的东西。第一个呢就是我的拍戏包，它是在新加坡买的，然后它可以换导演的名字跟摄影师的名字。这是我的宝贝相机，它跟我是同一年生的，1992年，然后后面有贴我的名字，因为我去参加电影节的时候都会有粘我的名字，然后我不太好意思就是把名字留在现场，这样我很想偷拍你一张。哎，所以你这么近我突然想往后退，你这样我对不到焦啦，而且只看得出来这个是你头发是你。活动会用的，它是 Benefit 的，就是让身体比较看起来会有光泽的一个粉。梳油头用的发蜡，英国的男生都会把它插在后口袋，很帅气的拿出来，然后就这样子涂在刘海或是什么。因为我自己有在运动或什么的关系，就很讨厌头发一直往下掉。刚刚可爱的工作人员一直笑他是发烧友，电影发烧友，它是香港电影节的东西。那这个是我拍去年得奖的那一部片，他们工作人员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都拿它来写日记或是上摄影课的时候用。台北电影节的手册，我今天有两部片。接下来是剧本，不能给你们看，这个还没有拍。想要多了解温真玲的话，请看 Vogue 杂志。我觉得我讲话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介绍完我的所有东西了，我就是一个平常带东西都很简单的人。不行啦，好尴尬哦。讲到我上一次一直口急，我不要，人家逼我，就是我自己本身喜欢带的东西都比较简单，所以这些就是我全部的东西。然后如果想要多了解温真玲的话，